小林校长，这次国家安全部门要求学校党委配合调查，我想你也注意到了这件事情的性质还是比较严重。他的新片子又有严重的政治问题，剧本我们都看到了，里面说什么香港不能被中国再殖民，香港要独立，战争是合理的，这不岂有此理吗？您是党员，还是革命烈士的后代，怎么能纵容自己的孩子屡次危害国家安全呢？四天前您参加旅行团去了台湾，杨叔也从香港飞到台湾，陈大姐，你们在台湾碰面的情况说一下吧。好吧，我讲一遍经过，讲完之后就请你们离开我的家。